大家好，欢迎咧翻到嚟《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啦。咁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1月15号星期五嘅下午时间啦。今次法庭芒新闻，哇，翻嚟讲下呢单新闻咧，真系相当之夸张，我睇到都相当愕然啊。系啊，有我许留山啦，今次仲有纽西兰有机小菠萝以德太阳。喂，大家好。澳洲红仔病真 BC。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请大家 like 我哋段片啦，留下言。最紧要咧就系订阅埋《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正向部》、《嘥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哇！呢一单法庭新闻啊，简直啊，今个下昼嚟讲咧，中午到依家呢个下昼时间啦，都可谓叫大洗版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哇！呢一个真系消防界嘅狂魔啊！喺我眼中嚟，休班消防员咁啊，喺呢个旺角嘅示威活动中咧，啊，当时就被捕啦。佢就系咩咧？休班嘅时候化身成为呢个佢哋所讲啊，呢班黑暴所讲嘅叫火魔法师喎，简直。其实做执消防员应该份薪水啊，各方面待遇应该唔差啩，我谂唔差嘅系啊。嗱，我哋撇开嗰个人工嗰个方面个问题先。喂，你做消防员，阿大马 Sir 喺我哋嘅群组讲得好啱啊。喂，你做消防员嘅，你竟然你系救火噶嘛？点解你走去放火嘅？系嘛？short 嘅呢个人，癫嘅呢个人简直系咪先？系啊。咁佢嗱指出係咩咧？嗰陣時咧，我哋好氣憤嘅就係、是、嗱事發生喺幾時咧？就是、前年嘅11月嘅，啊，當時咧就咩理大圍城戰啊嘛，係啊，咁、啊、有啲人咧仲喺網上度教啊，哎，圍魏救趙，要喺出邊咧有咁亂，搞到咁亂，等個理大嗰度咧就啲人啊有機會咧可以走翻出嚟啊嘛，遊繩啊，嗰啲肥妹喺度遊繩跳落電單車嗰啲咧，天橋記唔記得啊？啊！即系呢场面嘅咪啊，系啊，呢啲咧叫人出嚟哦，咩围魏救赵嗰啲咧，嗱，当然啦，佢叫一件事啦，但系你咁样鼓动啲人出嚟咧，真系有人出咗嚟嘅话啦，依家啦呢啲人坐埋监啦，去咗黑池跳舞咯，佢就啊，即系佢系咯，佢黑池蹦叉叉啦吓，喂，呢啲即系呢啲人咧，相当可恨可耻啊！嗱，咁当然啦，咁话你佢叫佢喂我叫啫，佢要出嚟噶。喂，但你话你系手足啊嘛，系嘛？冇错啊。咁嗰嗰日啦，咁发生嘅晚上咧，咁啊有啲暴徒喺旺角度堵路啦，吓仲喺度放火啦。咁啊，警方嘅当然要嚟驱散啦。咁啊嚟驱散嘅时候，你又话警暴咯？佢边个使用暴力先咧？你哋呢一班人喺度堵路先嘅，成个旺角咧，我睇翻啲新闻照片啦，嗱放到即直头系车都唔会嚟噶啦，因为一地下一嚿嚿砖喺度啦，直头有埋啲。他哋啊，好刻意咁去一嚿嚿磚咁擺地下棟起曬啦，咁咪係專登咁做嘅，佢哋係。你行唔到嘅，根本上係你行咁，你咪碌碌碌碌碌碌到係咁彈跳，或者可能你冚到個泵把或者啲其他位置都爛曬咯。咁啊，所以唔會行啦。跟住又放啲發泡膠啊，跟住仲要放火喎、啊，喂幾恐怖嘅事嚟咧？嗱，咁我哋繼續再講翻啦。咁依家呢個消防員咧，就佢當時啊。唔單止，仲要非法集結啦，又拒捕啦，嚇、啊，跟住後屘俾阿 Sir， 哇，阿 Sir 都要咁上下先至咁上下人手咧，先至可以捉得到佢喎。係啊，你始終消防員咧，受過訓練咧，尤其是喺體能上面啊，佢被拘捕嘅時候都係不停咁啊掙扎添。係啊，即係佢仲打過嗰個對方嗰個警察嘅面罩添啦。係啊，即係你話，有個面罩啦，隔住啦。喂，我试下隔住个面罩，你戴住个面罩，我升你一嘢，打你几锤啦，系啊，系咪先？都会有个冲击力喺度噶嘛？系啊，啊，咁当时咧就成班暴徒，佢除咗佢之外咧，今次法庭咧仲有另外两个僆仔咧，一个比较细啲啦，一个都成26岁嘅。咁啊，呢个消防员咧就生34岁嘅。啊，咁我哋啱先再讲埋其他背景。咁阿 Sir 就去到旺角弥敦道啦，同山东街嗰度嗰个范围嗰度咧，就捉到佢哋三个啦，就夹埋呢个消防员啦吓。咁阿 Sir 咧已经睇到佢啊，手持呢个汽水油多弹字掉落条路度噶，啊睇住你嘣咁掟落去，一掟一定火光红红嗰只啦。头先阿台长都讲咗啦，喂阿 Sir 捉你嘅时候咧，你反抗啦，啊跟住后屘阿 Sir 咧即系可能一左一右咁样夹起佢之后，哇搜一搜佢身，嗱我哋听一听佢身上有啲咩咯。弹弓刀、无线电传讯器、锤仔、铁笔、汽水油多弹子，整到两支大蓝杯咁上下啦。
冇同我讲有汽车维修员啦、啊。哦，佢消防员啊，你冇得消防员，你带呢啲嚟做咩咧？系嘛？系喎、哦，系啊。即系咧，你全身，即系你当然系休班先至去啦，即系唔会。即系你休班嘅时候咧，即系你可能你当紧班当值紧嘅时候咧，你已经谂定自己啊，吓要做啲乜？系啦，休班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即系你表面系一个消防员，即系原来你嘅心底里咧。即係你可能你當值嘅時候，你要去救火噶嘛？但係原來心底裏嘅時候咧，係諗緊幾呢、這個佢呢個旺角呢度咧咩圍毅救趙嚇、啊，引開警方嚟到即係要放火喎、啊，喂幾恐怖嘅事嚟啦嘛嗬！啊，仲有誒，仲有揾到埋呢一個打火機啦嚇、啊，嗯啊，這邊廂咧佢就喺呢一個叫做旺角啊嚇。啊咁样俾阿 Sir 捉到啦，然后那边厢咧，佢老婆咧个肚啊，已经系差唔多要生得噶啦，即系摸住个肚咧，即系就快生啊！系啊，即系你有啲咁嘅情，你咁嘅情况底下仲去喎？喂，你估真系佢哋咁喺旺角咁样搞事，你真系觉得会救到佢哋嘅咩？即系个老婆啊，就生得啦，佢啊走咗出去放火，咁黐线嘅人都有嘅。个仔生一岁生日可能。可能就喺監獄見爸，唔係可能係抱住個仔喺監獄見佢老豆。其實抱埋個 B 啊，對住你話你話有乜玻璃？咁依家咪膠板隔開咁啊？係啊，抱住佢赤柱啊嘛。嗱，半歲大啦，依家嗰個都隔咗一段日子啦。即係嗰個頭先，即係佢案發時候嗰個摸住個肚嘅嗰個 B 嗰個咧，啊，嗰個 B 就仔嚟嘅。佢仲有個女㗎，佢即係之前仲有個女㗎。哇！你真系喂阴功咯，我真系喂，真系为乜咧呢啲吓？唔知为乜嘅傻，一股傻气咁冲咗去吓、啊。但系佢有准备喎，你睇下佢带埋，因为佢有嗰个叫做无线传讯器，即系嗰啲 walkie talkie 嗰啲机仔啦。即系唔系听上去貌似，即系唔系冲动。讲句老实话，老细系啊，你话。你話如果哦，你係即係佢唔係一時衝動，你一時衝動嘅話，你就唔會有咁多呢啲東西準備好噶嘛？即係可能你路經跟住係咁，咦攞塊黑布纏住個頭，跟住就衝咗過去同嗰啲人一齊咁樣做，咁就話即係原來唔係喎，喂你設備相當充足喎、哦，你諗下一個消防員去咁樣縱火咧，嗰、那個危險程度係更加高嘅，可能佢知道點樣咧令到啲火啊更加助啊，即係點樣助燃啊，即係點樣咩位置咧係會燒得會更加勁啊！喂，你可能你都真係明白呢樣嘢，即係咧你自己咧知道呢個火個危險性啊，同埋對人嗰個傷害性啊，你應該有好深切嘅體會噶嘛，係咪啊？嗱，咁啊繼續講翻啦，頭先都講啦，即係佢個老婆個肚咧嚇，可能咁就。好痛啊！要生啦嗰啲咁样系嘛？即嘅时候咧，你又走去搞啲咁嘅事啦。佢都即佢大咁大肚嘅时候有产前抑郁噶、哦，睇到呢单事仲个抑郁，系啊，更加严重添啦，系啊，唔系郁啦，系扭埋一嚿嘅直头。所以啊，有样嘢，我觉得阿余若薇好衰啊。其实我都问过嗰啲黄人点解会咁有呢个 heart。去做啊！佢話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就係呢句口號害死好多人，即係佢覺得自己己任嚟噶。己係喎，嗰個任啊嚇，佢以為即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一定要做啲嘢啊！點知咧，同成日講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佢係嘆緊紅酒嚇，喺山頂上邊話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你講責任啊？你係消防員，你嘅責任係咩啊？係救火啊，唔係縱火啊，老友。係咯，唉。仲要講多樣啦，佢哋仲更加可恨嘅地方就係話咧嚇，你哋嗱俾人拉咧唔使驚啊，我哋搞個六一二基金嚇，support 你，記住唔係全數嘅 support 喎嚇，即係嗰啲試食價、試用價啲嚟咧，俾你試一試咧啊，嗰啲試一試律師費咁，跟住你就自己再去搞噶啦，係嘛？當然啦，依家何韻詩喺度影都唔見埋啦。嗱好啦，咁佢係 sorry 打翻上嚟，潛咗水咯。潜咗水啊！哇，潜到好深嗰只喎，咁啊见到深海异形咁滞啦，咁深嘅话潜咗咁耐，咁啊继续讲翻啦。佢当初咧直头唔俾佢保释嘅吓，所以就唔能够陪住个抑郁嘅太太生仔啦。去到上年嘅五月嘅时候咧，先至咧叫做能够咧用叫做10万元嘅现金保释出去嘅。咁嗰、那个B B 啦，依家都成六个月咁大咯吓。嗱呢条友咧，佢当然啦，佢被捕之后咧就。被停職嘅，原來咧呢個人咧，我哋講翻個年紀先啦，成34歲啦，先都講過啦，
喂，你做咗消防员咧，成十年噶啦喎，你都唔化嘅你，即系你都明白嗰个社会嗰个运作咁嘅，即系你做消防员啦，可能又可能运啲又会去帮手啊，可能水灾又会啊，好多嘢都好多情况，唔一定系救火噶嘛，因为佢好多唔同情况，你都见过好多社会嘅唔同层面嘅人，或者好多唔同嘅人同事，应该比我哋嘅经历咧系更加丰富啊！吓，我真系唔明点解你谂到咁歪咧，谂到呢一方面喎。咁啊，可能真系唔化。真的不化喎，真係佢嚇打到開花喎，喺嗰個旺角度見翻個場面相當誇張喎。當時直頭啲發泡膠箱啊抌啊周街都係啊，即係喺我哋平時咧彌敦道嗰、那個近住信和嗰邊嗰一帶咧嚇、啊，你諗下試想像下嗰度，我其實嗰度夜晚咧嗱、啊，如果佢哋冇堵路嘅話，應該都幾旺噶嘛，係嘛？唔識唔識冇意思，唔緊要唔緊要，係啦啊咁啊。直头嗰度咧掟晒啲发泡胶箱啊，系咁喺度烧啊，成啊定点样啦？而且佢系纪律部队嚟嘅，身体更加强壮。如果对、啊、对，即系做呢啲咁嘅事情，系更加伤害更加大啊！嗯，即系唔似啲僆仔冇经过训练。喂，佢系纪律部队嚟噶，系经过嗰啲专业训练，体能各方面都系好嘅，所以做坏事起嚟咧，伤对社会伤害更加大嘅。冇错啊！啊，仲好笑啦！喂，佢之后咧，辩方透露求嗰、那个求情嘅时候点样咧？佢话吓佢老婆咧喺佢还押嘅时候咧就生咗啦，头先都讲咗啦，就有抑郁点啊，希望即系可唔可以轻判啲啊？同埋咧，佢承诺日后会奉公守法、哦。喂，奉公守法正常噶啦，呢个求情理由嚟嘅咩？唔系正常公民都应该奉公守法嘅咩？咪咯。系咪啊？即系哎呀，我见到个大蓝妹嗰啲樽，我就唔会有冲动咁样。咁啊话期盼咧可以尽快咧同家人团聚。咁啊官咧判刑嘅时候啦，咁啊对于呢一个消防员点讲咧？佢话我当时咧正值啊社会嘅动乱期，嗱法庭咧就就住咧呢一个非法集结罪嗰方面咧就冇咩叫做量刑指引嘅。啊咁啊判刑时候啦，都会平衡咧。被告咧喺更生啦，同埋呢个刑罚里边嘅阻吓性啊，亦都话啦，喂呢、這个人咧冇可能避免噶啦，咁啊一定咧要同家人分开，亦都唔能够再做呢个公职啦。哇，咁样对佢嚟讲咧已经系最大嘅惩罚啦。咁啊官咧同我哋嘅睇法都相当近似，就系话，喂呢条友吓带埋个对讲机去，咁个对讲机梗唔系自己同自己讲啦，系咪啊？你呢个对讲机啊嘛，唔系录音机啊嘛，就话反映到佢咧。是担当着一个叫协调的角色的。那也都说他当时阿 Sir 见到他即想捉他的时候，因为他手持着这个燃点的汽水有很多弹子嘛。嗯。是吧，那个官也都说了，喂，那已经他已经超出了非法集结的范围了，已经是。啊，也都会令到呢在场由这个这样的暴乱里面呢，由非法集结会有一个升级的阶段。啊，那法庭就说了，这个就住呢坛嘢咧，要都会用翻呢个叫做非法集结罪，咁啊30个月嘅量刑咧嚟到作为呢个起点啦。再加上咧呢条友咧，佢有4支嘅汽水油多弹子啊，哇，相当夸张喎！呢条友即系手执一件，背脊就3支大蓝妹，仲有其他唔同嗰啲装备啊，成点样啦？啊，48个月咁啊，加加埋埋咧就48个月啦。咁啊，其余啲咩其他咩罪啊，古灵精怪，夹夹埋埋咧。傾好曬啦，佢後來去認罪嘛，咁冇得唔認啦，已經人贓並獲啦，啊，咁啊扣減1/3嘅刑期，咁啊有部分嘅刑期啦，就咁啊叫做同期執行，咁啊所以啦，34个月，其實咧都已經係算少咯，真係啊，即係因為扣咗啦，啊，如果唔係就再多啲啦，因為加上咧，其實仲有可以話叫做有襲警噶嘛，咁襲警嗰度唔知係咪因為嗰個證據嗰方面啦，同埋嗰個證據啦，亦都可能未必會起訴到，咁啊呢度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喂，咁啊另外咧同場咧就仲有兩個嘛，係嘛？同場加映咧有兩條友喎，咁一個17岁嘅男學生啦，另外仲有一個26岁嘅銀行職員啊。喂，冇諗過咧呢啲本來啊做下銀行職員咧，原來會晚上咧化身成呢個黑衣魔。係咪做銀行職員太悶咧？即係冇乜。即人生好似冇乜衝勁咁樣啊，日日都係朝九晚五咁樣，覺得人生苦悶，所以試下啲刺激咁嘅刺激嘢。真係估唔到啊！做 teller 做啊，唔知佢係咪前台咧？人生勁精彩，可能真係悶嚟講，真係爭取到啦。唉，
唔係 Teller 可能嗰啲其他幫你做，即係買嚟同你傾下基金又好，或者叫你買啲咩銀行 service 啦。總之都係著住恤衫西褲嗰啲啦。啊，咁法庭都話佢咯嚇，變身啊，全黑裝束 black block 嚇，咁啊犯案，咁啊屬於咧係家刑因素啊。呢套衫咧，喂，著翻恤衫西褲咪好咯？你著呢套衫咧，著到家刑喎。佢係咪以為自己係 Spiderman 啊？即係簡奇立啊，唔係簡奇立係呢個 Superman，sorry 啊，咁啊，即係變身哦，衝啊！嗱，咁佢依家咧呢個就真係大鑊啦，係嘛？即係好像唔像？佢冇諗過咧啊，因為佢平時可能屋企都係得啲恤衫西褲啊，定點樣咁啊？可能見到啲暴徒啊，啊成日著住呢啲咁嘅衫啊，又俾啲人咧浪漫啊，一哥都講過啦，浪漫化、英雄化咗呢啲人咧，著住一身呢啲咁嘅。全黑啊 ，back block 呢啲咁嘅造型咧，拿住支汽水又多蛋字幕，好多人畫到好似好有型嘅。嗰陣時我都問過啊大馬 Sir 啦，好有心機畫噶嗰啲，係嘛？又畫工好勁添。嗯，即係嗰個姿勢啊，成嗰啲咧都係有度過，即係個角度啊都畫得即係好似好勁嗰啲咁樣，好有爆炸力啊啲咁樣咯。咁唔知係咪睇得多啦？哇！我都想變成咁啊咁咧。放咗工咧，畫嗱呢個我哋推測嘅啫，咁啊特登走去買呢啲全黑嘅裝束啦，可能喺屋企著得最靚，照下鏡添喎，會唔會咧？嚇，冇咁自戀啦，老友。因為咧，我睇翻啲網友有時俾我哋啲相啊，或者唔同嘅網友影過嚟嘅資料睇到咧，或者啲新聞啲裝到都會資料都見到啦。喂，有啲即係大模師樣咧，著住一身呢啲咁嘅裝束，當然冇笠住個頭啦，咁樣去搭港鐵嘅喎，啊，即係爭在唔知。背后袋住个袋有啲乜嘢嘅啫？惊喎！啊，惊噶吓！其实见过一个最经典咧，就系竟然咧呢啲咁嘅全黑嘅装束，但系冇当然冇当时冇戴住呢啲头套嗰啲定点样啦。佢唔系有背囊，唔系有汽水好多蛋照，见到一大袋 LV 喎。哦，系啊，我记得。记得啊！再玩电话，哇，几鬼大袋？如果买咁大嚿嘢咧，喂，坐底都～5-6万港币都走唔甩嘅喎，係咪？嗱，咁佢呢個咧就呢個銀行職員啦，著咗呢一身咁嘅裝束咧，係頭先講咗啦，係佢家刑嘅因素啦。佢就參與咗呢個非法集結，咁啊仲有啦，袋住兩支汽水油多彈子，咁啊，哇！呢啲人幾犀利，袋定兩個打火機啊，驚有一個失靈都唔定啊。嗯，咁啊，亦都係啦，冇得唔認罪啦，係啊。危險人物，危險人物呢真係啊，咁啊入。獄咧就坐28个月，因為佢兩項罪名咧就同期執行啊，咁咪坐28个月啦，算好彩噶啦，你哋嚇同期執行冇拆開，不過多數都係同期執行噶呢啲，我哋又唔係話要話個官啲乜嘢啊，嗱呢度你講清楚先，嗱咁啊仲有咧，當中頭先講咗有一個咧就16岁嘅僆仔啊嘛，啊幫佢求情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希望咧可以應考啊即將舉辦嘅民試。又話咧，老師啊嗰啲定點樣咧，都話覺得佢應該可以取得好成績嘅嚇。咁啊，其實法庭咧早前啊都為呢個僆仔咧，16岁嘅僆仔咧，攞下呢啲感化或者社會服務令啊、勞教中心啊、更生中心嘅報告噶啦。咁啊，辯方都話喎，所有報告咧都係正面嚟嘅，話佢喺呢壇嘢裏面咧個參與程度都比較低，即係可能咧就冇即係冇咁一身裝備啊，即係唔會好似個消防員咁誇張咧，咩刀啊、鐵筆啊咩都齊啊。你諗下，你汽水油多彈子點會要鐵筆啦、啊？咁你鐵筆梗係我嚟搏嘢噶啦，梗係嘛？嗯，係咁嗰個做銀行，可能真係得支筆喎。而家銀行都唔使用筆喎，真係唔知道用咩藉口。係，佢就係汽水油多彈子加埋嗰個打火機。哦，就冇消防员咁夸张，消防员就相当之齐，佢因为唔系打火机，有埋成部对讲机。哎呀，我时谂咧，其实警方会唔会咧落，即系如果捉到佢嘅时候咧，会揿嗰个对讲机啊？吓，睇边个应啊嘛？哦，啊系喎，快啲同佢讲，叫佢嚟到集合，得唔得噶？可唔可以咁样噶？可以嘅，啊，有咩暗号啊？有咩咁好？快啲講，講咗之後你快啲過嚟咁樣。當時情況應該都係一拘捕咗佢就直接拉上警車噶啦。係，呢個現場環境相當之混亂。冇錯冇錯嚇，呢、這個我哋純粹係講下。可能到時嗰個對講嘅，超人 call Spiderman， 超人 call Spiderman 嚇，大家都係。
尤其是做呢、這个银行嗰、那个，本平时戴个眼镜，哇一转身就变咗、啊、超人啦，结果咪搞成咁。其实呢啲叫做咩啊？浪漫化嗰啲人咧，其实真系好大镬，即系冠以又咩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之后又系英雄化咗佢哋啦吓，义士啊，手足呢个无畏战啊，嗰阵时系无畏无惧系嘛吓啊，卫最后屘佢有冇帮你顶啊？义士有冇帮你照顾晒你家爷仔乸啊？仲有啦，你哋所谓嘅围城又围到啲乜嘢啊？郑锦半咪去咗爬屎佢。是不是趕不及了，要補充一點先，那個消防員當時阿 Sir 捉到他的時候，那個汽水油多彈子是沒有著到火的，如果著了火的話會控告他縱火罪的，更加惡了，我想到時候你就大不惡，更加精彩的人生，是啊，還有小孩這麼小，真的小，他又說什麼有悔意，又說這樣那樣，即是你現在先發覺到自己即個家庭啊，已經係好好啊！即係佢哋成日話：哎呀，依家好危險啊！香港有咩講句國安法會拉我啊，定點啊？嗱，你哋呢啲即係成日噏埋啲咁嘅説話啲人咧，喂，好想你望下呢啲啦。嗱，呢啲咧犯一嘢嘅黑暴咧，即係呢啲咁嘅消防狂魔咧，嗱當然咧佢係害群之馬啦。嗱，其他消防員啊喺呢個黑暴期間，其實好多都好稱職啊，都捱咗好多好多嘢啦都。嗱，呢度補充翻先，喂，即係呢啲真係我都無話可説啊！見到呢啲咁嘅人啊，唉，都係嗰句啦，俾呢啲受得太聽得太多嗰啲呢啲人講嗰啲啦，即係叫你出去咩救邊度啊，又去咩邊度幫手啊，又話手足啊定點啊，到到呢一刻咧，真係已經冇人再去會歌頌呢啲啊，即係冇人理啊，係。好似系预约味咁，可能哇支红酒唔够靓喎，帮我订支靓啲嘅啊！农历新年饮啲好嘢系嘛，仲理得你咩？个世界太乱啦，饮多几支系嘛，有酒今朝醉系啦，约埋阿陈淑庄系嘛，应该唔饮噶啦，应该系嘛？哦，我唔知啊。系咯，消防员竟然变成咁样啊！即系我都唏嘘，好唏嘘啊，好唏嘘，害人不浅啊！今次嚟到呢先啦，多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